24日，刘青云、古天乐、吴彦祖、周迅、方中信、林家栋等出席《窃听风云三》杀青记者会。多次合作的几位男主角默契当然毋庸置疑，但这次中途周迅加入剧组，令多位型男都非常开心。而拍摄中，周迅更以广东话说对白，令人非常惊叹。三位型男都不约而同地对他赞赏有加。你们觉得他广东话说的怎么样？讲得非常好啊，讲得比我好。他真的很好啊。真的很好，因为他很多年都喜欢看港片吧，所以他一直，比如说我2004年第一次跟他合作的时候，他已经跟我讲广东话吧。所以那你觉得周迅的广东话学得怎么样？我认识他之前他已经会广东话的，你不要装啊。他以前跟我拍广告是说广东话的。谢霆锋日前传出与周迅秘密恋爱，虽然双方都出面否认灭火，但后续新闻仍不断爆出。之前传出周迅为报复梁朝伟而搭上谢霆锋，对此周迅做出回应。那我来香港呢，不是因为梁朝伟，对，我来香港是因为《窃听风云三》，对，然后我拍完了，然后明天我就要离开香港了。那我离开香港呢，也不是逃避跟谢霆锋的绯闻，那因为我下面要开始拍戏，在9月中的时候，那是一个比较大的戏，那所以我要去做准备，对，所以来去迎接下一部戏，对。另外，已为人父的吴彦祖表示，目前妻子十分辛苦，所以追子计划还是等等再说。而女儿漂亮的脸蛋也令他十分担心，日后会有众多男孩追求 Raven。这样的想法有些过于超前了吧，吴爸爸。东星娱乐整理报道。